今天是我这个15岁生日，15岁。我怎么有一种坐在这儿，有一种干坏事的感觉呢？很奇怪，所以我一会儿要去拿东西，然后呢，我想人，也不是因为疫情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更好的一个互动的方式，对吧？没有一个见面的方式，所以我觉得，这也是一个很平常的一天，正常的一天，就让大家看看我在干嘛。为什么会有墨镜呢？所以一会儿我要开车的时候呢，我就不会跟你们说话了，因为好像说有规定是开车是不能直播的，不能有不好的示范。这是什么？对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小的礼物我想要送给你们。小的礼物，一会儿开车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。不是那种开车啊。那我就先把你们放在这个旁边吧。对，这个礼物是一个我没有告诉那个唱片公司，但是呢，我把他们我录好的 demo。然后一会儿放给你们听，有两首歌，新的歌。对，希望那个唱片公司他们不会说什么啊，说什么也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决定了。太多的微信了，所以我找不到那个。
I'm not afraid to
哇，这么黑。好，我已经到这个地方了，要去拿东西的地方。我没有来过，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怪啊，我拿着这个手机。颜色还可以啊。这么恐怖呢，这个地方。是这种透明的盒子是吧？对，他们会给您一个那个袋子，保温袋子，然后您就是提着就行了。好的，好的。那这个拿回去要放冰箱里还是怎么？要放在冷藏里边。哦。哦。
候还挺阴森的哈。嗯，是。是吧？特别的容易好长，是吧？对。什么20套？我就要不了那么多，啊。15大概可以行。对，有一些就行。哎，他们订的时候付过钱了吗？订的时候已经付过了。已经付完了。那就不用了。怎么转这个摄像头啊？懂。这么大一个，你先放到这儿吧。然后餐具跟那个就是蛋糕都在里面。行了，这怎么开呀？就这个，就有一个这个，然后它就开了。行。两个不得联系，就那个大。行了行了。哎，您拿的时候慢一点，就是那个。好嘞。我先拍个照。好。嗯，对对对，是这个样子。好。好嘞。有点沉啊。您慢点啊。行，拜拜，谢谢。怎么这个楼里边有一个卤鸭子的味道呢？是因为我饿了吗？哇！哎，刚才我是在几层来着？-3还是-4？-3。
还好这人不多，我拿着这个手机举着，因为我是神经病的，对不对？来自实力相近的主播的 PK 邀请，什么意思？别怕，好了，今天我其实就是借这个生日的这一天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今天的一个日常。对，为什么这么黑？因为在地库，在地库。谢谢大家给我的生日的祝福，然后那个今天我收到了后援会给我的那个生日的大的蛋糕，然后我也拍了照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拍的不是很好看，然后我就希望这个疫情快点结束，然后可以有更多线下的方式跟大家见面，北京最近还是很多地方大家都在做核酸，对，今天我也做了核酸，然后不能出去吃饭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就回家了。刚刚听的那两首歌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不喜欢的话，我就让他们别出了。然后，绿海之约，对，我觉得。也是因为疫情吧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会用更多不一样的其他的方式，不是更多不一样，就是用很多方式去这个绿海之约吧，
反正也是你们骗来的，所以也无所谓。但是也在想，然后把它做得更多元素一点，多元化一点啊。对，想一些有意思的吧。因为本来今天的生日这一天，他们也安排了一些什么那种线上的什么东西访问啊，然后我觉得很无聊很无趣所以我就说我那生日就什么都不做，但是我肯定是一个不会什么都不做的人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突然的跟大家分享这个日常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对，谢谢大家，祝我的生日快乐。哦，原来当主播，直播的主播是这样的一个感受。好了，反正今天还可以哈，也带你们坐了车，对不对？坐在副驾也带你们坐了车，然后呢也听了新的歌，然后呢也逛了街，虽然那个环境不是很好但也不错。那今天就这样吧，谢谢你们，希望快点跟你们见面然后我也在选新的剧本，然后今年肯定不会只拍了操场就不拍了，肯定会拍就这样吧，拜拜。